在下午，艺术家李嘉顺、余中仪、林亮宇在新芽文化中心的大厅进行现场的行为创作表演。这是现在正在新芽展出的游记导览《阿川行为群》2003到2019，主要是要介绍给大家认识阿川行为群。如果艺术是一种创新的话的、就是从这个意义来看的话，艺术家他的创作是应该是要朝一种新的方向去去不断的前进发展。所以阿川在2003年就成立了，然后主要就是要推广这项观念跟身体结合的一种实践艺术。阿川行为群的负责人叶子启表示，行为艺术是一种出自生活的艺术表演，表演者无一定爱艺术本科来出身，而且无就台这件代志，拢随时会当来发生伫咱的生活当中。这次的展出是以着游记导览的方式，用着相片甲影片呈现出这15年来的研究。基本上，因为我们比较想要去推广行为艺术这一块，就是让一般民众有一些更多的认知，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死板的展示方式。那包括说我们其实运用了像是把一些照片运用像影格的方式去呈现，然后我们特别用了像是这个相簿这样的一个设计，那去处理说像游记我们叫做游记导览这样的主题里面，那可能一个游记它就是关于特定的时间地点人跟发生的事，然后用相簿的方式去慢慢的翻阅，它会有一个触感跟身体感，那可能能够去有别于我们其实一般在看文件的一些感受。生活当中，咱常常用写文章或是画图来抒发心情，行为艺术则是用着家己的身体，在一段设想好的行动过程当中来展现。这次的展览希望让观众来了解行为表现艺术的意涵和发展的现况。展览到8月25号、23号到24号，可以举办着工作坊，让大家来体验。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就文化局的网站来报名。咱的新闻小明星新芽采访报道。